大家好，我是赤山表演艺术坊的创始团员玉慧。我们这次的节目《阡陌赤山艺阵魂》，主要是结合台湾艺阵的元素，里面有宋江阵、八家将、关将熟、十二婆姐、水竹阵，还有醒狮团。那我们最特别的是，我们结合了舞蹈、扯铃、国乐，还有我们会动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欢迎大家来看哦。